的学生王宝静。北京 is my hometown， 故乡是北京。最近这些年一直在跟我学，哎，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啊，就有一个地方稍稍的，闪了一下腰，挺好，唱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而且你看，他音乐一响，他这是挪了一步，那脚底下有东西，那坐在前头。你看见没？这脚，哎，这演员在台上就得这样。卢沟桥的狮子弹着丝的索，从快板开始。
潭的明月，北海的风，卢沟桥的狮子，潭柘寺的松。唱不够那红墙碧瓦太和谐，道不尽那十里长街。最爱我的北
其他的地方，就是说他这种平衡关系啊，掌握的都很好，就是哎，这个上下的位置、音色，就是那个声带闭合的力度，以及这个气息支持，都还是比较平衡的，所以说听起来呢就比较舒服，所以说大家不停的鼓掌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要想唱得更上一层楼，更上一层楼，哎，成为一个艺术家，那么还有提升的空间。你比方说李谷一老师是唱这段，这首唱是李谷一老师，这作词儿的是大家严肃老爷子，嗯，那出手是不一样的。这写曲儿的呢叫姚明，这名很大，但是不是打篮球那个，你名字跟他一样，东北沈阳人，沈阳音乐学院毕业，作曲系毕业，现任空政文工团一级作曲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嗯，我曾经唱过他一歌叫大黄河，你们去搜一下网上啊，今天就不唱了，太高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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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理解，我一说不唱，你看这鼓掌，哎呀，谢谢你们啊，我一说我不唱了，你看这鼓掌，你看，哎，那就再见吧。他说不唱还要说唱怎么办呢？其实我听出来了，你们是想让我唱，这嗓子能唱吗？这个，别再埋汰人了，今天唱了，明天就出大名了。哎呀，太强啊，倒仓了，还是听他唱啊，哎，小插曲啊。走遍了，他唱的都很好，但是他没有把这个走遍了前面那个带进来。他走遍哪儿了？他一张嘴，前面三十年我们全听着了，他还没有，但是他可以有，这真的可以有。走遍了，有思考的，南北西东，当个里个里个隆，也到过了许多名城，看那有，嗯，后鼻音，名城，就是这词儿，提起来气，把位置放上去。静静地想一想，啊，我还是怎么着？哎，给人家是一个这个空间，我还是最爱，后边脆着点，我的北京。哎，这么一分析，你看看这作品是不是更有意思，就像我们北京人说的那句老话，更筋道了。来来，声音没有问题，意思也没有问题，就是第一个字儿，从这窍门啊，绝招啊，稍微的憋着点儿，这样走，这样不行，走遍了。
稍微的感觉，嗯，不让他那么阻着点气，不让他们容易走出去，走。嗯，钢琴在那儿，唱唱唱唱唱唱唱，他这儿真是慢的，走遍了大牌子，但是他那钢琴的伴奏啊，底下伴奏乐队是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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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学生真跟老师张脸。